我们换那个按键板呢哈，是把这个拔掉，拔掉，把这个拔掉以后了哈，我们再翻过来，翻过来，我们用那个刀片哈，把这个挑起来，挑起来以后呢哈，再把它撕下来。那么这撕下来以后了哈，撕下来以后了哈，这个地方呢哈，我们就这个面贴呢撕下来以后了，再把这个挑下来，用刀片挑下来，挑开了，对，这个就会拿下来了，拿下来以后呢，然后其实这个呢是跟这个是固定了的，我们发过去的时候是固定了的，等一下你再把这个新的换上去的时候呢，把这个、啊、从这个地方再穿过去，再穿过去以后再把这个贴上去，再把这个贴好，贴好以后呢哈，再反过来。过来以后呢，再把这个插上去，这个插上去以后就可以了，然后我们再组装起来，先把这个线弄过去，再把螺丝装好，我们首先是装两个短的螺丝，两个短的螺丝，这个螺丝的其中呢还有两个短的，短的螺丝，这种短的，短一点的，这个短一点的啊，要装到这个，装到这个地方，这两个部位是短的啊，对，这后面是短的，这个地方薄的地方应该是六个螺丝是吧？六个短螺丝装在下面，在旁边呢哈，旁边一圈装的就是长点的螺丝，从那。旁边一圈的螺丝都是一样的，把这个表组装上去，先把那个线插好，再把这个线呢，线头呢往下面伸。注意啊，这个地方不要压到线了。
然后我们把这个边上的盖子装好了。刚开始我们是把这个盖子，这个线往里面伸一点。这个盖子是直接卡进去的，不装螺丝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